岳公子，那信里究竟写了什么？那信里写了我的身世，虽然看起来挺荒诞，不过以我们经历的种种来看，这或许是真的。看来眼下你是不准备把信的内容告知我们了。那我们明天便亲眼去见证吧。放心，不管怎样有我们在呢。老实说，刚才我心里挺慌挺不安的，之前好不容易接受了自己是齐的胡生，现在又来这一出，还好有你们在，谢谢你们。我们是朋友吗？小月在发呆呢。不是啊，金昭，我以后真的得去杀朱羽吗？金昭，以后会怎样？我现在也没法确定，我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，不管事情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陪你面对。你自己是如何想的？你想杀了祝宇吗？我，这是你的人生，你自己不做决定吗？我想了好一会儿，可是我想不明白，于是便将自己的问题推给别人。明姑娘，其和我一直是这样过来的。如此说，是明秀失礼了。不过既已开了话头，我忍不住想一吐为快。月琪，我看不惯你这点很久，无论何时都顶着一张白痴脸，几乎毫无主见，遇到问题就交给别人思考，你有认真活过一天吗？月姑娘，你是月公子的责任，不是我的。既然他并不以为你有何不妥，你也不必向我解释什么。我出去走走，明早见。好久没看过这么笑里藏刀的明秀姑娘了，好像还有点怀念。顾叔出事以后，她一直郁郁寡欢的样子。金昭，小月，我觉得明姑娘。金昭，我觉得明秀姐是为我好才骂我的。你也知道啊。我不是笨蛋啊。是，你不笨蛋，我笨蛋。我们是挺笨蛋的。两个人相依为命久了，连怎么独立生活都忘了。
之前顾前辈也跟我说过，让你遇事多自己想想。那时我还觉得他是想让你离开我。我们去向明姑娘道歉加道谢吧。嗯，不过明秀姐好像挺生气的样子。小秀儿可不会生外人的气。小月敢自己去找小秀儿道歉吗？没错，你自己去吧。好。明秀姐，玉姑娘有事吗？若无要事，我现在有些累，不想同人说话。玉姑娘，我方才说了，我今日不想同人说话。还是说话吧。嗯，这样写字挺累的。明秀姐，这纸笔是我刚才为人借的，我先去还给他们，你等我一下。倒显得我像个傻瓜似的。我回来了。我方才刚说过，我讨厌你。
可是我喜欢你啊，而且你刚才说我的话也都没有说错呀，金昭也是这么说的。又是金昭说，这段时日我独自在雨青山，有时会想起之前众人在一起的时光，可便连巨石方我都曾想起，却时常想不起还有一个你。你就如同月金昭的影子一般，唯他是从，我几乎感觉不到你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。嗯，金昭比我聪明，我想不明白的事情就听他的，要是我能自己想明白就听自己的，这就是我的想法呀。嗯，还有我觉得很多事怎么做都无所谓，只要是大家喜欢怎么做，我就愿意陪大家一起做。明秀姐，以前顾叔也跟我说过，要我遇事自己多想想，原来你也这么觉得呀。我会更努力自己去想事情决定事情的。明秀姐，你以后要是觉得我太赖着金昭了，就再骂我吧，我会改的。罢了。明秀姐，方才是谁教你写字来同我对话？我自己啊，因为你说不能说话。难得见到小秀儿这般无奈的样子呢。明姑娘冷脸的时候，生气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挺可怕的，小月竟然能跟她聊这么久。其实就是这样，我一开始也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。久别重逢，你不和小月独处一会儿吗？不用，确定她平安无事就够了，反正我们俩一直在一起。我去休息了。那我也再去看看城里的机关。小环，喝酒吗？杀头酒。小环，说笑说笑。大哥在顶上等你，我去叫小袁。老大，喝酒会加速你内腑衰败，即便以后没人帮你调理身体了，也不必这样自暴自弃啊。坐。抱歉，我是个不称职的大哥。没错，你是不称职，从小就这副别人欠了你几千两的表情。每次我和清妃姐犯错的时候，你还都帮着师父训我们，有这么当大哥的吗？够了。